连日来，多地军营开展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健康生活理念。在火箭军东风第一旅，一场军体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体育竞技结合军事科目，让现场的比拼更加激烈，参赛官兵大呼过瘾。下一步，营队会将敢打敢拼、勇争第一的运动会精神带到日常的练兵备战中去，全面提升全营官兵为打仗谋打仗能打仗的能力和水平。日前，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举办奔跑吧青年军医军事体育运动会，在比赛项目设置上充分体现了实战条件下战场为勤救治和军事体育素质要求。参加比赛的青年军医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完成了比赛。天山脚下，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举办的我行我素强健体魄健身大赛别开生面，25名选手分三组展开激烈角逐，为官兵展示形体与力量之美。今年的比赛我准备了半年的时间，很荣幸取得了第一名，在以后的训练中我会更加努力，争取在明年的比赛继续夺得冠军。